向后面我这个线应该画这么粗的线，
输了，看我多输。那输一边的也可以，输一边吗？这调一调吧。哎，可以。主要皮带有那个意思。那倒是。两人两个人开。这个是这边的，对，这个是我这边的，我这边的。拆下来拍照，拍照啊！小心点啊！
这个面弄上去。剩下的牌照就是叫他们自己安装。安装皮带。放皮带，来整个过来。刚看电影呗。看视频看多了，是要看疯了。他这板在那里。那一块。刚才就卸这一块。相信。要切多少？切到一遍，切到一遍。我是在那个上面上面吧。应该这么用，我切下来。
到我这边送去。穿越的时候给了点多。嗯。哎。OK。特别是接线的时候，一定接线的时候一定要给定。
好了吧，那我关了。